没有人会相信戏子的清白，我要证明，也无非向你证明吧。来那边，崔玉龙，别给高总，崔玉龙，你出来！你们出来，我就走了。你个杀手，让我配合那变戏法的做甚？ 孙杨，您知道林姑娘纸条上写的是什么吗？人家让您遁形呢。遁形？活的不是神仙？别提呀，四爷，咱们在她眼皮子底下没了踪迹，那就算是遁形，横竖提的完成的心愿，愿赌就得服输。您别看她平时嘴上厉害，她就是刀嘴豆腐心。孙杨，您瞧她急那模样，你在哪儿啊？可见她心里有您。孙杨，哎，您等林姑娘。 等她着急的时候，急得要流眼泪了，上去抱住她，好生的安慰安慰。这失而复得最是伤情，两家里一感怀，何不就在一起了吗？孙玉郎，孙玉郎，孙玉郎！哎，少叔。 少春，你怎么了？少春，怎么了？少春，回来，叫大夫，快！是我这就去。少春，回来了。你没事了？你是装的？你能骗我，我就不能骗你吗？这下子好了，你我扯平了。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忘了我是靠什么营生的？这种拙劣的把戏也想骗过我的眼睛。好了，今儿陪了你一整天，就当我还你的情。自此你我两不相欠，告辞。林少春，我喜欢你红色之友，我所做一切不是为了讨你喜欢。多谢你的厚爱，可惜我无福消受。 三哥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坐下，坐下，干嘛呢？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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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下，坐下来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这就挺好。我听你三嫂说你有一位红颜知己在这里谋生，我能上来瞧瞧，帮你参详参详啊。哎，三娘，哎，这台上哪一位是他呀？ 那李姨那位便是。哎呀，哇，云鬓松松凌乱，细腰似水轻软。
看着莲步缓缓，疑似天仙落凡。听听人家这唱词啊，哎呀，怪不得四弟喜欢，连我听了都要心动啊。三哥素来不喜欢听戏，如果没旁的事儿，便回去吧。哼，那你喜欢的人，难道我还见不得了？现在，当然见得，只不过姑娘脸皮薄，别叫她局促了才好。呀，我醒得。少春呢？哦，少春在里面换衣服呢，你们好好聊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少春，少春，少春，你别走啊！少春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认得他，不知怎么突然从换衣间冒了出来。少春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我们在一起一年多，情投意合，恩爱非常。你说骗了孙家四少爷的钱，就跟我远走高飞的，现在你想攀高枝了，就想抛下我不管是吗？啊！哎呦，我原本以为这种啊的地方总有个别出淤泥而不染的，没想到就闹成这个样子。你看看，哎，看来是有人设局，故意诬陷栽赃。既然如此，何不见官？你个丧良心的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遇到个有钱人就想跟他走是不是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你当真跟少春在一起很多年了？当真？看来你还没尝过牢狱的滋味。阿郎，送官。啊？送官。是。你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不走，我还躲是吧？你躲得了吗？这是我和他的私情，凭什么带我去送官？就算带我去见官了，他也是我的人。少春根本用不得蔷薇笑，一用就满脸起疹子。你看看你，涂了厚厚的一层。他若当真与你有私，刚才根本登不了台。好大的胆子你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这栽赃陷害在这儿，咱让他拖走，我就捂上他的臭嘴！不，走，快！三哥，你大老远来，人也见着了，少春受了惊吓，我先送他回去了。好，赶紧回去压压惊啊！哎呦！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原来是云娘子的徒弟呀！哎呀！你怎么知道我不能碰蔷薇销啊？我那日用了蔷薇销，见你不停挠痒痒，我就知道了。那若是没有这个佐证，你是不是就相信今天见到的？我才不会相信呢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那万一我就是骗了你，我就是攀龙附凤、贪慕荣华富贵的人呢？那我就让你攀，让你贪。欢迎啊，客官。不知哪来的糊涂虫，胡乱攀附。这地方鱼龙混杂，就要是我不在，你该如何自证啊？市井上这样的人多了，要么是收了人家钱财，要么是有心贪慕，要么是有心轻薄我。我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怕人抹黑，也无需向人证明清白。这是为何？
其实清白一词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全无意义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戏子的清白。我要证明也无非向你证明吧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说你要证明无非是向谁证明？我什么也没说啊。你说了，你说你要证明无非是向我证明，是不是说明你心里有我了？你猜。少晨，你把话说清楚啊。